加 Abacus 跟台湾会一起办的一个Oriental Winter Bowl， 就是东亚哎东方冬天舞会，对，然后再办在一个叫做 The Crown Plaza 的地方，我也不是很知道那边是哪里。那等等就要坐公车过去，今天有点冷，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冬天的正式衣服，就只有带一套来这样子。然后，就期待看可以吃什么圣诞晚餐吧。怎么办？结果大家好像都穿得很正式。糟糕了 ！Oh my god， 大家都穿得很正式，怎么办？我穿的超不正式的。啊、OK， 到了 Crown Plaza， 好尴尬。我的天，大家都超正式的，好尴尬，真是小礼服，完蛋，我只穿一般的洋装，居居了。我穿的超不正式的，大家都穿小洋装哎，我穿的什么？很尬，觉得好尴尬哦。看大家，学长看一下这里。Everyone look
的 little bee silly but cute, OK? Silly but cute, 一般记录还是 vlog 的记录。vlog 的记录。Melton Hall 的 formal dinner， 这终于被我们等到了。上次是 casual 的 dinner， 那今天是 formal dinner。formal dinner have dress code， 就是还有一些对服装上的要求，像是女生就是要穿一些小礼服啊什么的，男生最好是要打啾啾。但是呢，就是我们办的地方有点 low， 在学校的餐厅，啊，所有女生就穿着高跟鞋，还有很冷的礼服，要走这一段。我觉得我该穿正式的时候不穿正式，然后我但这也是正式场合，但因为有介于前居之间，上次的 Agbacus 的 Oriental Ball 穿得太过 casual 了，太丢脸了，所以前天就穿了一个稍微不正式一点的。高丽菜的东西很好吃，嫩嫩的，像水煮高丽菜，然后这样会配上一些马铃薯啊，然后主餐就是这个肉啊，看他是帮你把它配好，还是让你像我们这样自己取用。已经不知道怎么谈了，这首歌也是我爱的歌，爱的众多圣诞歌的其中一首。烧粉里面有这些东西，它都是两人份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切成一半一半的。还有这个大阪烧粉，如果会做的话可以自己做。肥牛，然后美乃滋、大阪烧酱、青菜 and 蛋。不知道分量有没有错，现在已经把山药泥粉跟大阪烧粉还有蛋，然后等一下加青菜下去，希望剂量不是错的。饭好多长这样，因为我怕它不够黏，我又自己加了面粉，乱加一通。深深觉得一定是分量错了，好像加太多水了，它现在也没办法到很粘稠。然后呢，英国没有切片的肉类，所以就是买那种火锅卷，所以就只能这样子。太崩溃了，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翻面翻过来了。
管它熟不熟就可以吃了，抹上酱梅奶。